谢谢，祝大家双节快乐。支持我们这个。好，我们交通组同事在哪里？这里。轮到你们出场了。接下来我们欢迎王旭熙、李小俊带来《青春舞曲》。休息。大家好，我叫宋小俊，纠正一下。因为我的小弟他的优势呢在于搞笑，然后本来我们想走搞笑路线，然后他准备了一个小道具，这边虽然不唱那首歌，还是让他给大家秀一下，希望大家能喜欢。Thank you.
谢二位精彩的演出。接下来我们欢迎15号选手陈文宇，带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结构组陈文宇。今天我要唱的是张学友的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。完全投入了吗？是你的代表，是你的代表作，是吗？下次去 PK 一下，你俩 PK 一下吧，下次再说。我就在这里 PK 啦，这个大家的眼睛就是看完你们俩上的 PK 啊，因为我拿那么远，是吧？是待会儿给你唱，直接唱吗？就是听不到的话，怕什么？给你唱的双截棍，待会儿继续 PK 是吗？对啊，他是以前的冠军，好啊，介绍来。然后你一跳下去，我们在下面狂呼喊。你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。是人传球啊！放不在去。放错了，放到外面。然后干嘛？你要干嘛呀？来回家。约了哪个小姑娘啊？约了回家。约了不告诉我呀？约了后来再走吧。不管。下次我约你。告诉唐三，那时候是赵雪有渣的。他这样来，然后是个白的，这还是不白的？自己
生都不会再悲哀。